各位知书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动漫摘星录的作者卢子英。这本书其实是一个个人的记录，在由70年代开始就去探访一些我心仪的一些漫画家、一些动画家的一些经历，譬如手冢治虫、藤子不二雄、又或者中国的动画之父万籁鸣、特伟，又有美国的 Pixar 的 John Lasseter。 即这些讲的名字出来可能都已经是大家都很认识，但是可以想象一下 我如果一个只是得十几岁 的中学生去探访他们的时候，会有什么事会发生呢？这些经历就不同一般可能记者采访或者一些我们看报道看到的一些记录。这个我相信是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我自己也很喜欢储东西，很多当时的资料包括一些信件、书信的来往、一些相片、一些他们送给我的画，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很珍贵的资料。我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本书。